人工吸毒了、喝毒了，说好在国外了看了七年，还典型啊那个情形。头前太去年故本铺街不露经营共同，期盼人生救息将开始，不露经营六年创作受发展。应该救息这个庄稼有条系将开始好，有该系自家人来好，有该系重新再个创作，透过境外发作哦，典型莫轻看人生。无论是书法、国画、陶艺，还是台海建设的水彩作品，都是六零书法展当中五位九十岁老人家的作品，用其他带有优秀的观察力，用写的毛笔画出生命的另外一种风景。在画画的时候，全身拢画对迄、那个，在画迄、那个安啊，要画较水一点，要用什么色，所以吼，拢未受东受西。所以我吼，我即摆是嘛是鼓励讲人老人家一定要画画。土老佛的来展览，策展人希望展现出台海人的想法，六零部落共同激发，去大鹏参加这项义文化通，鼓励汉卡多沙奇六零家来加入，进一步加强沙奇居民的互通关系。我们希望说，这群老人家他们非常主动积极，还有他们的生活态度能够在这个画作里面展现，所以呢，我们希望用这个自己他们自己来做规划策展，自己动手去规划他们自己想要做的画作。古镇军工也摆创作书法展，带出老人家的创作力，对老人家自我探索有帮助，希望也得老人家有会参加艺术文化发通的机会，生活会更加丰富，客家生活乐他投缘报道。